妇，臭香始终是我哋华家嘅人，你想娶臭香做老婆，系依翻我哋华府规矩嘅噃。好在佢哋唔系活喺呢个时代咋，如果唔系，冇888,000蚊人仔都唔掂啊！咁诈世嘅就系浙江义乌市一个准新郎啦。礼拜一上昼向未婚妻屋企提亲，按照当地订婚传统最豪嘅规格，出动18担订婚彩礼。其中4个竹篮差唔多装满100元大钞做礼金，成102公斤重嘅。另外仲有5两嘢、首饰、服装、日用品等等等等等，出动咗18个大酒捞嚟搬，但系因为啲 cash 太重啦，定亲队伍都要行咗20分钟先到啊。后面仲有 Maserati 同9个 Benz 跟住，沿途放埋炮仗庆祝添。其实男家原本谂住准备500万人仔礼金嘅啫。哇，6字8字好听啲喎。哇，如你家所愿啦、啊！土豪，我哋做个朋友啊！高富帅，土豪金，唔使羡慕啦。根据风俗，结婚嗰阵，女家唔只要还翻晒啲彩礼，仲要扮更多嘅嫁妆添。不过女家屋企做家纺同毛绒玩具生意，仲有其他投资，俾得起有余啦。男家老豆就做建筑生意，有10几栋物业，叫门当户对噶。对准新人3个月前由女方哥哥介绍拍拖，哇咁快就闪电结婚咯。